大家好，接着昨天的话题啊，今天的题目是：假如刺王是假的，啊，秦可刺秦王，啊，假如这个是假的啊。昨天我视频已经讲了，就是说真假不重要，重要是他暴露了这个暗杀势力跟这个犹太人的势力的这个斗争啊，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这个程度了啊。所以我是从那个方面去分析，但是呢，这个网上还是在纠缠，啊，是不是演戏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呢，就我自己的这个收到的一些情报和分析吧，跟大家分享。首先，我声明啊，我仍然坚持是真是假不重要，OK，事情的本质才重要。第二，我根本就不会去参与是真是假的，这个猜测。我今天做视频，只是把有些人的这个分析啊，分享给大家，你们最后去定。我是在这个方面不持观点。OK，好，下面开始讲啊。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第一时间跟美国的朋友联系了啊，不是奔驰啊，奔驰是我的女人啊，她是美国人。我们是只谈家务不谈政治啊，这是我们定的原则。在家里的话，我们只谈家务不谈政治。因为你是中国人跟美国人搞的一个家庭，你要谈政治的话，那不天天要的就是世界大战，对不对啊？我在日本也是这样的，我跟日本这些小妈妈们都是从来不谈什么中日关系啊，什么政治一概不谈，就谈孩子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小孩子啊怎么怎么，就是这些。跟奔驰也是，身体好不好啊？啊，小孩子怎么样啊？家里还需要什么？全部谈家务，不谈政治。这是另外一位这个。学政治的一个专家，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也是纯美国人，我就问了他，他呢还是一个比较喜欢川普的人，但是他这次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就是我问是个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如果是集体行为，他说川普的敌人需要把川普这个打造成为一个英雄吗？完全没必要嘛。如果说他的敌人想好了要川普死的话，不会让他死得像个英雄，对吧？但很多办法让他死，死个车祸啊，是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啊，啊，如果人家搞臭他的话，搞两个这个妓女旁边睡着啊，一边睡一个，就是个劳累过度啊。如果真的那样的话呢，拜登老头这个只能是只有嫉妒的份，对吧？78岁老头子还能。后来，我希望啊向他学习嘛，我或者是打高尔夫啊，再下去就没了，对吧？就是他是非常普通的，不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一种离去，这才是集体行为。他说他的敌人没那么傻，要把他打造成为一个英雄，所以首先他就讲排除啊，是这个集体行为。他说这很可能就是个例啊，就是小朋友发神经吧，哈。第二个，他就讲了，是不是演戏啊？他有意思，他提到了这个川普曾经也当演员呢，不是里根啊，他也当过演员呢。大家记不记得一个电影叫做《Home Alone》啊？就是有一个小孩子圣诞节一个人在家里啊，然后他就出去玩了，又来两个什么贼呀、然后他又跑到酒店里去了。那个川普他就在那个演了一个酒店的一个什么经理，还是一个什么什么人啊？所以他演过戏啊。就说所有的说绝对不可能是自导自演的根据，就是子弹打破了他的耳朵。说没有谁啊，有冒这个险，对吧？而且他是动来动去啊，这个董王他都在摇头晃脑的，这一片啪就把耳朵打了个洞。啊，我也承认，我同意这个意见，但是如果耳朵不是枪子打的。这个问题就大了，对吧？后来又说是打了玻璃，怎么怎么样？那个，对不对？如果说是完全按在这个我们大家所相信的，就啪一枪打过去，打穿了耳朵，川普这么一猛下去，然后啊还要起来振臂一挥啊，还怎么样？所有的这个操作呢，都是英雄般的啊，摄影师啊站的位置啊，绝对都是最好的。OK， 这个是真是完美。OK， 而且川普这个形象是绝对是伟大。
但是如果这个子弹不是打空，他的耳朵不是枪打的，还有人说他也身上也中了一弹，穿了防弹衣啊，这个根本就没有得到证实。关键是他有没有枪伤，是不是子弹打的？如果不是子弹打的，说是提子器的锅里刮的，如果这种说法的话，那这个就水分在太大了，对不对？那你说他摁下去，他的保安人员摁下去那一瞬间，那很多手脚可以做嘛，对不对？那什么手脚不能做啊？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董王在这个趴下去的时候，就连喊了两句啊，这个呢我都没注意，这是一位台湾的一位叫什么介大使啊，这个人话很多，哈哈。台湾的几个这个评论员呢，我最不要听的就是这位叫介大使的啊，那个话多得不得了，就是同样的话反复讲，反复讲，反复讲。我最喜欢讲的是那个叫什么哥啊，啊，其他几个都不错啊，尤其是一个光头的叫什么哥，那个是非常不错啊。这个介大使说，他说，哎呀，他在那个情况他都还能记住自己的鞋，关心自己的形象。我一听我就觉得有蹊跷，一个人在生死光头的时候还能记住自己的鞋，我没有那样的，我相信我不会，我现在到了生死光头，我没穿裤子我都不会注意，我都根本不会去想我穿没穿裤子。比如说我在洗澡，我在上厕所，地震了趴下来以后，我绝对不会去穿裤子，我绝对会往外面跑。第一反应是求生存嘛，对吧？要活嘛。所以他枪打过来的时候，而且还在打啪啪啪的打的时候，他说我鞋子掉了，要保安去帮他找鞋子。这个啊，就大家的分析了，对吧？看他的心理有多么大的这个承受能力，那种要死了他还怎么我的鞋子不见了，对吧？有一只鞋不见了啊。所以说如果不是枪打的，这个里面这个水分就很多了，对吧？啊，这个大家就自己去想了，那就什么手脚都可以做，对不对？那就是这个摄影师已经安排在那等着这个啊，我们董王到的时候郑必辉啊，他的其他的助手都很配合的让他露出头来。因为这个搞政治的，我这位美国的朋友他也讲了，碰到这种事情啊，他的保安人员绝对不会让他露头，他是绝对不可能还让他振臂一挥还让他把头露出来，那不可能的。这有狙击手在那里，有一个打枪的，那他的保安干什么的？冲上去首先把他围起来，围得水气不通，根本你能打真的打他的保安啊，就是人肉盾牌嘛，怎么可能还让你啊英雄形象振臂一挥还给你拍个照？所以呢，这个东西我觉得他讲的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对吧？啊，我没说我相信他讲的是真的哦。啊，最后我讲呢，就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啊，其实是什么都不重要。美国现在也就是分裂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就是绝对是真的，绝对是暗杀，绝对是什么啊？一方就是就绝对是演戏，绝对是假的，绝对是什么？再说一遍，是真的是假的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有多少人相信是真的，有多少人相信是假的，这个才重要啊。我们知道这个定罪的时候啊，对吧，你有没有罪不重要，重点是法官他认不认为有罪，陪审团他认不认为你有罪，陪审团跟法官他认定你有罪，你没罪也得给关几十年，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有中国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嘛，有杀人罪，这个关了20年以后，真的新凶手出来了，真的凶手给抓起来了，这时候他们才知道搞错了，一查记录是他开始不承认，拼命打了这个，最后没办法，哎呀，我承认，是我杀的，否则就被给打死了嘛，对吧？我宁可留条命嘛。20年以后，警察局局长啊，还什么什么什么领导同志啊，到他家里去做检查，那还什么用呢？你毁了人家一辈子，对不对？那就是他们相信他有罪。所以说董王这一次在这个美国的这一个事件啊，我再说一遍，是真是假都不重要，重要是最后是多少人民相信是真的，多少人民相信是假的，这个才会对，如果说美国的民主那个票还算数的话，才会对这个票有用啊。所以我们这些看瓜群众啊，真的要看事情的本质，
不要去追求啊，这个一定是真的啊，一定是假的，是假的又怎么样？真的又怎么样？对不对？它反映的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最后在这个事情上起的作用是什么？它有没有起到作用？即使是真的，如果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是假的，他这一枪，这个不是白挨了吗？即使是假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真的，这个是有成的，就像911，对吧？911，你到现在为止，还有你到现在为止，虽然很多人认为是假的，是做的，是怎么有那个的，但是有几个人会出来讲，而且事情已经成了，阿富汗已经打了，对不对？已经既成事实了。所以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事情的发展，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集中到有多少美国人相信是真的，有多少美国人相信是假的。啊，而不是这个事情本身是真的还是假的，OK，好，我今天的分析到这里为止，由于已经过了10分钟了，所以我原来啊昨天讲的，就是我3个月之前做的那个视频呢，啊，我已经把它准备好了，那明天再放给大家看，OK，谢谢大家啊。最后啊，我在日本有一个孩子过生日，我为了给他一个礼物啊，唱了一首日本歌曲，这是我人生第一首日语歌啊。一共只学了3天，从发音开始，从这个讲话，我当然会讲日语，日语很好了，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歌词里面有还是比较复杂的，他有些发音也比较复杂。我从熟悉这个旋律，从唱这个歌词，啊，一共只花了3天的时间，OK，分享给大家，啊，为了赶时间，赶到我这个儿子的生日嘛，对吧？啊，分享给大家，OK，还没有成熟啊，下一版会更好。啊，顺便讲一下，上次。这个 YouTube 啊，在 YouTube 上有一个朋友就讲这个，哎呀，九哥唱歌，我爱你中国，那就是甩的那些专家几条街啊。我知道他是讽刺我，但是这样的话我爱听啊，很喜欢在听。还有啊，就是很多人说这个，你不是说你吹哨吹的最早吗？我怎么找不到你的视频啊？这个视频是在 YouTube 在油管上面啊，没有在抖音上面。抖音我是一个新的用户啊，在2019年还没有开抖音。OK。谢谢大家，再见，拜拜。再说这个事情过去几年了，也没有必要啊拿出来炒炒剩饭嘛，对吧？没有托起点了你莫灭的看了西谷的没有阿皮列巴空呀你莫跟你只有你好感你灭了莫阿皮啊哭打开记录撒达雷路星たちよ せめて ひそやかに この身を 照らせよ 我は行く 青白い心まで 我さらば、すばるよ。かっこち踏过荒郊，我双脚失灵。满天星光，我不怕风筝停。满心是期待，我黑暗是黎明。心也苍茫，伴我也行，给我赢。
带着远行，我要找理想，理想是和平。寻梦而去，哪怕走崎岖险境，波罗蜜丘啊，一次罗一个得来哥哥，波罗蜜丘，我来万有苦，熬几罗皮波罗妈妈的，我。四八五幺。